OK， 这个沙地啊，每次我们打球到这个沙地，好，我们这个叫什么？好，叫阿燕，阿燕就是它有一个勾弯的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就要给它勾上去，勾上去上面，啊，就用阿燕。那当如果我们要打眼打得眼的话呢？打得眼的话，我们就用什么？我们就要用这个叫做 wood， 你看没？wood 它就一甩哈，它就可以甩很远。OK， 手上好。这些都是正能量的人，他们在这边玩这个球。